你居然在宫里烧纸钱，你是不是被我了？跟我走，我们去见总管大人。你是人还是鬼啊？你想娶晴川？这次儿臣是认真的，请您务必在皇阿玛面前替儿臣美言几句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晴川是我的人，谁要敢打他的主意，除非我死了。这件事可真是难办呐，顺了歌情诗扫衣，关键就是那个宫女晴川。既然如此，让他永远的消失。什么人？晴川，晴川，那个男主角，他们，晴川姑娘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。